首先，我们先取出一号粉色，这里我们要用两股线锻炼绣。我们先来缝制我们小熊的耳心以及腮红的图案部分。腮红这里呢，我们要横向缝制。接下来我们取出六号线咖色，这里我们要用斜力绣来缝制眼睛。我们这一边的小熊呢，耳心、腮红，我们参考这里的制作方法；眼睛以及鼻子呢，我们也参照这里的制作方法。另一边呢，就给大家重复演示了。这里呢，我们要用斜力绣，将线在针上缠绕两圈。两圈绕好之后，我们在出针位置的旁边一点点的位置向下穿针，收紧针上的线圈。接着将线压住，将针从下方抽出。这样我们一个斜力就制作好了。另外一旁，我们使用同样的方法来进行制作。同样绕线两圈，向下穿针，收紧针上的线圈，然后我们将线抽出，这样斜力就完成了。接着鼻子这里呢，我们用缎面绣来进行缝制。下方的一条线我们直接竖直的给它缝制一道就可以，这样呢我们的小熊就制作好了。另外一边我们使用同样的方法缝制。缝好之后呢，我们要在背面进行断线。我们挑起小部分的绣线将针穿过，
接着再将针从后方的线圈里穿过，收紧后方线圈。这样呢，就是我们结尾打结的方法。这里打结的方法不固定，我们只需要在背面将线固定住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，大家再取出我们的红色四号线，红色我们这里呢要来缝制小熊中间的爱心部分。这里呢我们使用的针法是断面绣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使用两股线回针绣，我们来缝制这里的爱心部分。我们沿着给大家印制的边缘这里来回针绣缝制爱心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另外一边的文字部分，我们就使用同样的方法来缝制。这里呢，就不给大家重复演示了。我们这里的爱心部分，我们也使用回针绣的这个方法进行制作就可以了。接下来，我们取三号的绿色，我们这里要用三号的绿色线，我们来缝制柿子的内部部分以及边缘轮廓部分。内部这里呢，我们使用的是断面绣来进行制作。
接下来呢，我们再用两股回针绣，我们来缝制边缘的线条部分。接下来我们再取出我们的二号棕色线两股，我们这里呢要来缝制小熊边缘的线条部分，这里同样使用的是回针绣来进行制作。
下来我们再取出五号线，橘色，我们这里要用两股线回针绣来缝制我们柿子的边缘部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将我们的线调整到一短一长，我们这里要用一股来缝制我们这里以及这里的边缘部分。到这里呢，我们的图案部分就已经给大家全部演示完成了。接下来呢，大家需要将我们所有的图案全部缝制完成之后，接着我们再来观看第三个视频。第三个视频会教大家如何进行裁剪、缝合，还有我们配件的安装。